这件小裙子真的好有友善，我跟你讲哦，心情没有假假子，我不会太紧，好神奇，对，都可穿的一件裙子，好神奇啊！而且我觉得这件也很友善，乐乐女生，真的、哦，对啊，因为它的版型是 A 字版，所以它的根部宽宽的女生可以修饰，然后。弱弱的女生也不会太勒，然后瘦瘦的女生穿起来也好可爱，很棒啊！后面就松紧，你看，然后里面就又包起来，也没有，因为299它就懒得包没有也要照包不误，里面就没有那些就是线头，里那乱七八糟的线头，就包起来，然后就是拉链在侧边，然后你看，这件有拉链哦，我以为它有拉链，对，有拉链，有拉链，这里是个小拉链，然后它的材质呢是端腰有弹性，然后摸起来舒服，很幸福这样子那种，而且它没有内里，对，没有内里，对，然后弹性很好，然后你看近看一下细节，毛六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。弹性的多过于西装的，真的。Sometimes 我是这么觉得，比较舒服啦。嗯，对，然后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而且我觉得它这毛呢很赞的是，以往我遇见毛呢是比较厚实的那种，是的，所以它穿起来就是比较容易显得肚子好像圆望很大。但是这一款的毛呢是比较圈，对，这款毛呢是比较薄料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就是打底，对打底，然后它适合打底，对，我觉得它适合打底，因为其实像是我们穿那个大雪因为心情瘦瘦的嘛，大家敢这样穿啊，但是其他人不敢穿，你看它把它折起来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适合打底，打底衬裙的感觉，都穿一小节，对，然后就是尺寸就是 S 到就没有分尺寸，对 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然后后面是松紧，然后重点是太柔，穿起来也不会太勒，不会，很舒服，而且它弹性很好哎，这可以骑摩托的。对，我觉得黄灰色很漂亮，它就是很基本嘛，很基本，以及不怕脏。如果觉得黑色家里已经拥有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算看一看花灰色或是灰绿色，而且这两个都混色混的好好看，然后灰绿色是有点燕麦感的，看它搭成多那种拉的衣服也是很可爱哦。